有一种力量引领时代，有一种力量推动历史，有一种力量改变世界。克瑞特机电科技，智能化缝制裁剪新动力。武汉克瑞特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柔性材料缝前裁剪设备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坐落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武汉中国光谷，经过数年的拼搏，凝聚了一批在机械、数控、电子和计算机方面的高级人才团队，运用德国工业 4.0 理念，融合机械、电子、运动控制、计算机技术，使公司在产品研发方面一直处于行业前列。公司由最初一家专注于运动控制系统开发的软件公司，发展到具有激光和电脑智能材床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也是目前国内电脑自动裁床行业唯一一家掌握控制系统软件开发和机电设备研发的高科技企业。天明掌握核心科技。公司主要产品有天明电脑裁床、 Create 智能裁床、天明激光设备等。产品涉及纺织服装、西服、制服、童装、英装、牛仔服、裤装、女装、时尚内衣、汽车内饰、软体沙发、家具家纺、箱包等多个领域。武汉科瑞特公司作为第一家裁床界首家客文化践行者，恪守商道，恪尽科学，恪守细节，恪中恪户，恪尽职守，执着成为行业德式精工裁床锐意高攀者，品质特立独行，一诺千金者。克瑞特依靠以质量求生存，以管理求效益，以品牌赢客户，以改进求发展的质量方针，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坚持恪守商道、合作共赢的原则，企业规模不断壮大，拥有多项国家专利技术，并被评为高新技术企业，先后通过了 ISO 9000国家强制性产品 3C、 首合同重信用 3A 单位，进出口行为规范企业、湖北省服装商会理事单位等认证。公司以 TMCC 电脑裁床、 Create 智能裁床、瀑布机、激光裁剪系统等主导产品，产品远销出口到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澳大利亚、哥斯达黎加、巴西、阿根廷、印度、孟加拉国等数十个国家。其中 TMCC Create 其激光智能裁床系列在国内及国际市场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与全友家私、双谷家私、八亿家具、山东耶利亚集团、赛亚集团、福建大森制衣、江苏老三集团、湖北金利源纺织集团、苏州拉波尼、上海荣泰健康座椅、嘉兴舒福德等行业领导者，已达成战略合作伙伴，进一步巩固了天明智能裁剪系统的行业领先地位。历史是克瑞特最强有力的跳板，未来正期待克瑞特去描绘蓝图。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克瑞特人将以创造一流的智能化裁剪设备为己任，顺应国家机器换人政策，
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向着中国制造，面向中国制造大踏步迈进。